原标题揭秘哪位开国将军被称为中国巴顿近三次违抗林彪命令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钟伟是位极有个性的人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著名战将，战功赫赫，也是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将领，被人们尊为中国的巴顿将军。他不仅作战勇敢，对民族的解放事业功勋卓著，而且甘于坚持真理，敢做敢为，且终其一生廉洁奉公，得到了后人的敬仰。钟伟的性格刚烈，虎劲上来，天不怕地不怕。从3月10日凌晨5点到下午2点，钟伟连着接到了林彪3个及时东进的电报，他不为所动，因为看见了战局的转变。他围住了88师一个团，而第87师正在赶过来增援。钟伟军事素养好，战场瞬息万变，战机稍纵即逝，但逃不过他的眼睛。他一面组织部队攻击打援，一面把战场变化的情况报告林彪，特别强调围住靠山屯的敌人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。那意思很明白，大量歼敌的好时机来了，我就在靠山屯这里打，你赶快调动其他部队配合我吧。一向执着的林彪终于被钟伟的坚持所动，这一仗打了个本末倒置，把一纵和二纵都调过来，把林彪都指挥了。钟伟也因此名声大振，最后5师全歼了88师的一个整团，又反过身来拖住前来增援的87师。林彪再率16纵西进，一举的郭家屯全歼国军87师，取得了三下江南的全胜。整个三下江南作战，我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歼灭了敌新一军38师一个团，新30师一个团又一个连级一个保安团，歼灭敌71军88师集军直属队之工兵营的2个连，辎重营的5个连，通讯营的1个多连及野战医院一部，击溃了87师，并歼灭了其260团的1个营，另外还歼灭了敌新6军、新22师66团的2个连，共毙俘伤敌15250余人，取得了巨大胜利。三下江南作战，有力地配合了南满国军，保卫临江，坚持南满的斗争。我南北满密切配合作战，胜利粉碎了敌人先南后北、南攻北守的企图，使敌人不得不停止战略性进攻，由攻势转为守势，而我军则由被动转入了主动，从而扭转了东北整个战局，增强了东北人民斗争的胜利信心，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。林彪后来说，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，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。在林彪的拍板下，东总统令全军嘉奖2纵5师，便称我5师当敌88师次靠山屯撤退时，该师立即自动投入战斗，当日在靠山屯以南将敌歼灭一部，回头复将靠山屯敌5个连单独歼灭。这种作战的积极性与机动性都值得称赞与发扬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